那个按面啊，不要按按这。哎呀，我买两包鞋垫，我买两双。我哪个兄弟买包鞋垫？兄弟买哪个？我这我看一下，我挑战，兄弟们挑战极限，从现在开始。兄弟，这么平安的点儿，赶紧买份包鞋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！我挑战起来不好的哟，没得事的，不这样。来，不着急，我先做。好，走走走，好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不这样，不要怕，我不这样，咱们不负责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这样。没事，不怕，不怕，来来来，来，这手到我肩上。我还没开始。送礼物，厉害了，来来，握个手，非常感谢你的，哎呦，不用，那个都不用了，就一下，哦，哎，我的老腰啊，哎，我的天，你该买保险的，啊，我该买保险，这玩意儿把我腰椎间盘都给我弄出来了，我这个乖乖，哎呀，这里吧，腰椎间盘都弄出来了，哎呀，厉害了。主要是想包这个，来过来，宝宝，非常感谢你的什么，帮我给拿那个声卡。你们做这个活动是什么活动呢？我们呢？我们就是装修公司呀。装修公司是吧？对呀。你猜我包得起你？我肯定包得起啊。是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现在挑战的下一个项目就是你包我。我抱你，嗯哼，那不可能。挑战成功之后，我会跟你什么？现场跟你合个影，我是个万人网红，然后，然后那个加个微信，然后也给你发个小福利。我也抱不起你啊！不，你抱起了就成功了。我就是抱不起啊！抱不起是吧？那剧组能不能改变一下，让我抱他吧？好吧，剧组，可以是吧？可以，那我挑战一下我穿的裙子，你抱他也抱。抱老娘们也没问题，他抱得动，一看就能行，没问题。我说你抱他。我十秒钟啊，你配合我十秒钟就行。那你裙子走不了光，你放心，就十秒钟啊，你放心，两个腿闭紧点，对吧？不要张开了就行了啊。来，来，十秒钟就行啊，配合我一个十秒钟，好吧 ？OK， 来，这边，我拿下。这个手放了，兄弟们开始了啊。3、2、1，哇，这个就轻松了，我感觉就是不费吹灰之力啊，你一下子我给来了，抱十秒完全没问题，我还可以跳十秒呢。哎呀，我操，这个感觉轻松好多呀，我操，哎呀，我的个乖乖，哎，我感觉，没有，开玩笑的，别的。哎，帅哥，啊，咱那个事儿，不是抱，啊，你说，那抱我们两个来，啊。